埃塞俄比亚为什么会有世界上最多的长跑冠军？山丘、田野都有利于跑步，我们的双脚注定要在这片土地上奔跑。德国长久以来在足球项目里所向披靡的秘诀是什么？教练针对孩子们的运动表现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。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上又是如何孕育出橄榄球界的巨人？动起来，慢跑，不是让你走路。走进冠军工厂，寻找世界各国造就冠军的秘密。